我哋有總共有8位車手咧，就以唔同嘅途徑咧，可以升級咧為下年嘅雞超車手嘅。咁以下咧就會係一個咧升級雞超車手嘅加冕儀式。咁當然啦，要有呢個加冕儀式咧，我哋有我哋嘅嘉賓2009、2010、2012、2014四屆全年總冠軍張敬宇。喂，自己諗到咩講咩啦！我真係覺得自己諗到咩講咩好啲。喂，嗱，總之咩？大家雞超嘅車手咧，係要有一個高尚嘅體育精神面對啦，不論咩逆境啊！喂，你好似註冊咁喎？唔係啊，逆境嗰啲咧，你好似係嗰啲經濟問題。咁啊，喂，咁多位雞超嘅車手，希望可以繼續咩延續落去啦！恭喜曬咁多位，唔該曬楊宇劉報喎，咁啊幫我哋咧為升班嘅車手加冕啦！咁啊今年咧總共有8位車手咧，由從住唔同嘅途徑咧升級上雞超嘅。第一位車手舞蹈嘅鍾培恩，第二位舞蹈嘅曹俊傑，第三位都係舞蹈嘅張子倫。張子龍，第四位又嚟啦，康傑，康傑有請。哎呀，好似我嗰袋嘢喺，我老婆喺邊位？喺出邊。後屘有嗰啲雞超襟章，雞超襟章，雞超襟章。